康祥请出列。大姐好。我说小刘啊，是今天要来唱的就是阿令的 PS 我爱你。哦，是什么故事呢？就是我跟我老婆相识的过程，到现在修成正果。你们到底是在哪里认识的？在那个在东京。东京，你是就去旅游呀？不是，那个时候有搭到一个那个游戏电玩的配音啊。那那个在日本，你配音哦？对啊。配什么角色呢？就是一个17岁的高中生。那你的老婆是？她是那时候有一个活动，然后她陪她朋友去，然后结束的时候有一个握手会啦。那时候握手的时候，她就可能觉得我人还蛮可爱的，觉得你的手很黏，一直甩不开。对，可能是他手太黏，他刚好黏了一张名片，顺便我把他也把他黏过来了。等一下，你的艺术系工是他追你哦？就没有了。他塞名片给你的？就他制造机会给我。哎呦，真的哦，那可以说是日本人的审美眼光跟我们不太一样啊，对不对？是是是。那但是后来就相恋几年结婚的。后来就，然后中间认识他有来台湾几次了，破音，然后有来台湾几次，大概3-4次以后，那他决定来台湾了，那在师大念中文。小刘，你是用哪几招啊？3-4次他就决定把人生整个重心是迁移到台湾呢？这一点也是我一直搞不懂的。本世纪最大的谜啦，我们看看照片，或许就能够破解啦。刘康祥带来这首《P.S. 我爱你》，欢迎他。对啊，对啊，谢谢。我想要成为你的眼，把最美的风景收进你的心中，我想要成为你的手，好让我从现在到以后占有你温柔，一刻不放过，恨不得把明天没收，让你永远专注地爱着我。我爱你没有保留，我爱你就到我最后，有些人值得等候，有些悲伤值得忍受。我爱你不是冲动，生命尽头反正一场空，只要你记得我们那么爱过。我爱你没有保留，我爱你就到最后，有些人值得等候，有些悲伤值得忍受。我爱你不是冲动，生命尽头我们看有没有过关，有过关就亲一下。好，有请子宏老师讲评。蛮深情的哈，蛮感人的，用唱歌骗妹妹这件事情，是你也做过很多次。就让我觉得很亲切，是吗？然后我觉得中间的副歌的地方，我觉得唱得太紧了，演到了高音的地方，我会觉得有点压力。好，马上看刘康祥的分数，请评审按灯。刘康祥的演唱得到的分数是15分，过关。老婆的名字叫做？她叫艾莉，山田惠里。艾莉さん、はいこちらどうぞ、お願いします。は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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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kiss。Oh my god！ 等一下，不要那么急啊！等一下，就等嘛得哦，要把
最后一句唱一遍，然后再接那个 kiss，OK、okay、吗？わかりました。OK です。最后一句，嗨，どうぞ。Action。亲这个吗？嗯，亲哪里都可以。我忘不了，不要哭。老婆也在哭，是不是？好，没关系，来来，一次真情的演出。我四三二 ，Action。我忘不掉你第一次吻我。気持ちいい。会讲中文呢，嫁给这个老公怎么样？很好。很好吗？你怎么有那么大的决心跟勇气就到台湾就为了他？就是第一次见面感受到命运吗？命运，哎呦，你看，我跟你讲，我每次看日本节目，我就觉得他们的人都好会讲话哦。讲话都是有内容，而且是真诚的。哎呀，这可以说是现代版啊，就是发生在现在的《海角七号》啦。好，哎，这位刘先生已经哭得跟猪头一样了，你还好吧？是想到什么事？对啊，你当兵他还去看你，而且都没有变心哈。哎，怎么样？是打败很多对手，是不是追得很辛苦？当年我们这路走来真的很辛苦，走得很辛苦。哦，为什么他有要放弃的意思吗？当时其实真的是比较感动了。嗯，哇，所以是他付出很多，让这位浪子想要安定下来。好，两个来一个爱的拥抱，来，恭喜刘汤祥过关，也谢谢 Sweebo， 哎，两位一起来，你陪他下去，牵他一下，牵他一下。好，接下来。